大秘密的扶摇还没开播就已经让粉丝心心念念。最近扶摇本摇和无极阮经天终于携手撒糖发福利，阮经天贴心送上360度全方位的夸赞，从大秘密美美搭锁骨一直夸到你蜜的高情商，根本停不下来。我觉得女生最性感的是这一块，那时候她就很常露这一块出来，这一块很好看。秘密说真的是不开玩笑，就她是我撩妹的师傅，就是她很知道那个好意思跟不好意思，要脸跟不要脸之间的拿捏。然而这一波表扬没能换来大秘密的商业互捧不说，阮经天还被杨怼怼怼到怀疑人生。他比较弱，没有。可是我在接剧的时候，他们跟我不是角色很强，但我后来发觉是你保护了比较多。可能是演员本人弱，他怎么样跟我告白，我都说没感觉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觉得就真诚吧，要真诚。就是看着你眼，就可能他生活中就不真诚惯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，对不起，我今天怎么一直伤害他？大概是秘密自己都于心不忍了，一大波相杀之后，总算来了点相爱。听到阮经天猛夸自己的时尚短片好看，大秘密皮了一下之后，终于给了天哥点面子。下次要拍这种片，带我去。你怎么自己去？你求我，天哥，你太客气了。你当金马影帝的时候，我还不知道在哪儿。别闹啊！没有，看着你的戏长大的。这话听起来也是不怎么令人开心了，好吗？好好的霸道总裁，到了大秘密面前，眼看着成了小弟，这样的反差萌 CP 也是让所长对扶摇越来越期待了。